右手边红柱兰花亭，正名为翠光亭，它是历代皇帝登船游湖地方，所以也被称为御码头。 现在我们要进的是水杉林，水杉是我国特有珍稀树种，被称为虎化石。 这边下是吧？对，奉诏佛像以祈求国泰民安，专门建造的。雷峰塔老塔由于长期风化，年久失修，在1924年9月25日下午1点轰然倒塌。现在雷峰塔的实心柱造于2002年秋汛攻完成，整塔后基1.5亿，塔身同柱，床上至下共7层。
We were